你好，请问是您叫的顺风车吗？是啊。我你看我这东西有点多，要不您坐后面吧。好吧。我赚钱了，赚钱了，我都不知道的。哎，老赵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会儿没在公司，这不是饿了吗？我让我那个司机拉着我去极其简单的吃点这个鱼子酱盖饭。你是不知道啊，那鱼子酱盖饭呢，那家伙就这腐乳，就这韭菜花，那相当带劲的。小张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我就出16亿，多一分没有，你爱卖不卖？喂，小美，哎，我没在家，我这不没意思吗？我让司机带我去银泰转转。哎呀，你别说我，一说银泰你就说我。放心，我这次只花3000万。哎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不浪费不浪费。哥跟你说啊，就是那些个演员呢、网红啊，哥早就玩腻了，没意思，我是不走心吗？哎，我上次让你给我订那布加迪呢，什么时候到呀？你快点的，我着急呢。毕竟，哎，老刘啊，我就觉得你就是不懂车。那布加迪有啥好的呀？你买了有什么用啊？我就觉得朗逸好，就是一暴发户，你懂啥？你懂啥？懂啥？谁在你面前吹牛逼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人最见不得别人在我面前吹牛逼。你来管我跟前了？你看我不酸死他的？美女，是不是到这儿？嗯，对，你就停这儿吧，我在这儿下吧。哎，老板，咱去哪儿吃鱼子酱盖饭呢？算了，没胃口了，回公司吧。真是你老板啊？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懂车帝 APP。